板幕探员。个罗志伟事件并唔系聚毁咗一次，系聚毁咗好多次。索板国探员。哎呀，其实边有咁多 UFO 啊？肯定系假噶呢啲。远赴美国寻 U 探秘。你睇到有个 CIA logo 喺度。飞行物体啦，系乱咁飞。嗰种震撼系会改变其他唔相信嘅人。亚美利坚有外星人，星期五晚10:30，99台 View TV。